尊敬的穆斯林世界联盟秘书长阿里萨波斯，威尔斯首席大臣琼斯阁下，威尔斯驻穆斯林委员会秘书长基德瓦伊教授，各位嘉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好。非常感谢基德瓦伊教授的邀请，让我有这个荣幸为这个每年一度的跨宗教盛会致辞。遗憾的是，我无法亲临现场，92岁的身躯使我无法应付太紧凑的行程。4个月内2度往返于英法两国之后，我必须此时返回香港，以准备下一个行程。希望明年有机会共遇此盛会，向诸位学习。威尔斯穆斯林委员会与我们威尔斯三一圣大卫大学有很好的交往，每逢南北的校区举行温馨晚宴，秘书长记得瓦伊教授、康利都不辞辛苦，率同仁开车2小时前往南美的参加，令我们非常感动。希望我们的友谊永续且历久弥新。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遵循圣典和平之路，对于这个主题我深有同感。从事宗教团结工作20年来，我们确实是遵循圣典的教诲而走上了和平之路。1998年起，我将新加坡九大宗教团结成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受到新加坡政府的嘉奖。我们所用的方法就是佛经上教导的四摄法：布施、爱语、力行同时。布施是多送礼、多请客，拉近人际关系；爱语讲温和、柔软的言语，真正关心对方的言语；力行做有利于对方、有助于对方的行为；同事是彼此同一个目标，共同从事一项事业，世界大同。2001年起，我应澳洲移民部菲利普·卢多先生邀请移民澳洲，在昆士兰州图恩巴市从事宗教团结、族群团结的工作，所用的也是四摄法。10多年来，我们将图恩巴17个宗教团结起来，感动市民们，
发心疆土文化打造成多元文化和谐示范者。去年三月，九位教科文组织大使前往图文堡参观，深受感动。去年九月，大师们为我在教科文组织申请一个办公室，名为监控之友社，希望我推动宗教团结与宗教教育，以促进世界和平。据我们多年来对宗教圣典的研究，肯定爱是扩大宗教的核心。宗教是爱的教育，而且是伦理、道德、因果与圣贤智慧的教育。基督宗教说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，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你当依靠耶和华的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，他的凶恶必反转到自己头上，他的横暴必降临在自己顶上。不可立其智慧，智慧就护卫你，要爱他，他就保守你。伊斯兰教说，凡信仰并行善者，菩慈之主必使他们互敬互爱。你们当孝敬孝敬父母，当善待亲戚孤儿和全民，你们当对人们说善言，当谨守拜功和完纳天国。犹太教书要爱人如己，我是耶和华。恶人情福归于无有，一人的家必站得住。关于遵循圣典能够构建和平，我们曾经做出一个示范点。2005年，我在自己家乡做了一个为期3年的实验，以爱的教育、伦理道德、因果圣贤智慧的教育，教导小镇的48000居民。我们要求老师们自己先做到，然后再教导居民。几个月之后，小镇风气产生了大幅度的变化，居民内心的爱被唤醒了，犯罪率和离婚率都大幅下降，几近于零，街道整洁了，家庭和睦了，邻里 和谐了，商店里不再发生窃盗的事情，出租车司机都能拾金不昧的等等。这让我们看到了和谐社会离异家邦的出现。2006年10月，我们在教科文组织总部做了8个小时报告，以及3天展览，公布这个示范点的成果，获得了与会者的肯定。
这个实验给我们带来了信心。我希望各宗教都能建立宗教圣城，将自己宗教的爱的教育落实在生活当中，让全世界想要见证的人都能在宗教圣城看到和平的成果，这将对社会和谐产生极大的贡献。如果世界上这样的示范点越来越多，世界就会渐渐趋向和平。以上是我们的一点实践的经验，提供给诸位参考。预祝研讨会顺利成功，祝福大家六十吉祥，身心安康，祝福世界安定和平，永续大同。谢谢大家。